有蛮多收到蛮多的回馈啦，就是当然有说，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可能真的等比较久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大家有觉得说，等一下，Miller， 啊你怎么跟人家亲亲？宝宝在这边你跟人家亲亲，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快点，快讲你。好，我先讲，然后，但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就是大家好像看着我们。我觉得长大的感觉，我们算很幸运了。老实讲，我们就是很幸运，就是说有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一切。就是老实说，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很，就是会很，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期待很高，然后实在是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有失落或是失望的时候，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无形中会成为一点。压力说实在是有，但是我们还是很，我们两个常常开检讨会啊，对啊，三不五时就压力很大，每次都是不是要开一个检讨会，就是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，但回馈是很棒的，就是大家还是要回馈给我们，就是要回馈，要我们要检讨，我们才能进步，对，就大家真的是尽力。尽量的有什么意见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也会尽力的去满足各位，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有它的困难性，对，不管是实际的预算上或者是执行层面上，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达到的，我们也就是没有办法，但如果我们可以做到，我们一定是做得到，就是一定会做给大家，大家可以等待一下我们之后的一些今年的一些行销的小对啊，我们开始会想拍一些影片的东西，有趣的小影片。对，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，或者是之前有人说到想写剧本的，但是我们的时间长度可能会落在最多三分钟，对，三分以内，三十秒到三分钟。对，我们要自己创造二搭的机会。对啊，对，就是还没有人找我们二搭，我们自己就自己二搭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很期待啊，我自己也很想要玩这件事情。就觉得说可以，因为大家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在这边，然后持续的创作，对。而且我们本来就最擅长的就是影片、影像这件事情，对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主题，然后演不同的角色，应该是很好玩的。我们真的好好的，真的好好，对啊，我们真的很好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我们两个只要碰面，讲电话也算，但我们只要。一见面我们就可以开始，就是会有很多想法，然后就是噼啪，就是一直聊，一直聊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然后虽然说不见得每一个想法都可以很快的完成，但是总觉得每一次的聊天的过程裡面就會，哦，对了，围巾了，大家有意见？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？啊，有讲过围巾，有，因为围巾是一个执行层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东西，对。你们两个一直眼神交流，可以跟我们眼神交流一下吗？秘鲁，哦，脚印签名。我上次有想要帮秘鲁盖脚印嘞，真的没有成功，跑走了，他跑走了。我还要再尝试看看，哈，好不好？那就帮你盖，好不好？他在咕噜咕。对啊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晚安。我们下次见啦，下次见，很快的就会在直播了。对, 對, 對，那我们有时候的直播可能。不会预告，我们可能有时候。如果是跟品牌比较没有关系的话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对跟品牌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快闪直播。对啊，对，今年会有一些快闪直播，然后像这个就是比较真的是要比较官方一点，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传达的东西大家可以真的接收到，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快闪直播，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们会把影片留着啦，所以大家真的没跟到也没关系，这样。好，加油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
开工了，我们两个一大早就约了要开会，顺便跟大家说情人节快乐。昨天我们都没睡，对，为了今天这个会议搞了好久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我们昨天都没睡觉。对啊，我们是，我昨天整晚没睡，到现在眼睛还能睁开，算不错了。通宵工作，算是通宵工作吗？唉，不算。我们是准备要去赶飞机了，我们准备去登机了，准备去登机了。登机前跟大家。说个早安，情人节快乐，然后开工加油。给他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可以转吗？哎。shit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。对啊，我们去日本之前播的吧。我们上一次直播是哦，就是机场，机场啊，机场快闪。那个其实我们只是为了要秀一下我们在机场而已，前面根本胡言乱语，我们两个也没睡饱。那天根本没有睡，那天完全没睡。太兴奋了。对啊，但我觉得，但是即使到现在回来，已经明明大概两个多礼拜了。但我觉得我好像人还在日本一样，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回来。日本好玩吗？超级好玩，好玩啊，我觉得很
很不错的一个地方，真的很喜欢的。其实我们这次在日本已经拍了我们三胎的形象照，对对。其实我们是带了我们三胎的第二次样品去拍了一组。我觉得我们这次形象照跟我们这次衣服要传达的东西，它其实概念是很结合的，对啊，非常非常结合。因为原本我们想要拍的照片就是自己搭出一个这样的环境，是，但是没想到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以后，发现哎，这边就是这样的环境啊，就是那个环境，对啊，为什么不在这边拍？对对对对，带孩子去度蜜月是要继续生吗？对啊，当然继续生啊。三胎出来，期待十四胎。为什么是十四胎？日本我觉得主要好吃啦。最印象深刻就是日本那边的食物，然后米饭，就是第一天是到的第一天晚上印象很深刻，因为第一天晚上我们去吃一个猪排饭，然后那个是算是你查到的店，但是那个店其实现在 Google 也还找不到，对啊，就是好像是刚开刚开的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饭上来是一翁，就是你 PO 的那个，所以就我 PO 的那个，然后他那个饭里面都是一缸一缸去煮的，就现煮的，然后那个真的是我整趟在日本里面吃过最好吃的饭，而且无法超越，而且那个猪排才400多块，差不多，而且我们是点最算是最顶的，最贵台湾的400块左右的钱的猪排，然后猪排很好吃，猪排也很好吃，然后那个饭就可能淋一点酱就可以把整碗配掉了，对，淋那个沾猪排酱都很好吃，而且他们连高丽菜丝切的都很用心。然后晚上我们又一起去赤羽，就是那个我们是看人家介绍的哦，赤羽那边就是算是日本比较当地的，就是我们吃生蚝那边，对，吃生蚝那边，哇，那边酒也便宜，生蚝一颗才100块不到，然后我吸下去的那个瞬间真的就，哇，这不可能吧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？这样，鳗鱼饭看起来很好，对，鳗鱼饭也很好吃 啊，而且鳗鱼饭就也在我们住的附近而已，整趟下来我们两个都胖了不少了。對，看照片就知道，對、啊、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说好，我们回台湾要减肥了，真的。我们有去浅草寺咪咪浅草、哦、就浅草，对，浅草算是最大的，但是对啊，就雷门那个雷门那边合照确定不能分享多一些，慢慢分享分享，有啊，我今天有发一个合照，日本唱歌影片还有吗？还有啊，但是其实唱的不好啦，唱的零零散散的，就是、因为我们还都是专门点日文歌来唱、啊、但是就唱一些像神奇宝贝的主题曲啊，宝可梦，唱一些小时候听过的数码宝贝啊，七龙珠啊，睡同一间吗？我们还一起泡澡了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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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毛玻璃也太有画面了吧？没有啊，日本的泡澡本来就是对啊，大家是在它是公共澡堂、啊，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对，大家不要想太多。对对对，哎，说这个真的很神奇。我们在那个韩国的飞机上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才在想说，我们真的撇开对，就是撇开工作的话，对，这种真的是私人行程的话。私人行程，我们真的很想一起出国。对，然后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。然后刚好有空档，然后我们两个也都对这趟旅行充满期待，充满期待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很圆满的行程。没错，而且还帮我们三胎拍了好看的照片。然后我们也很尽兴。我觉得真的是。我们好像从第一天你那时候过年打电话来，然后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，在聊 NU 这个想法的时候、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已经有曾经有提过，对、啊、但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那是太遥远遥远，那时候光连衣服在哪里，然后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都一点头绪都没有、啊、只有一个想法，然后想不到过了一年，也当然是因为感谢大家，然后我们才能敬各位股东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要再创佳绩耶！因为 NU 这个宝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想法，或者是一个点子或一个创意，而不是只是它只是一件衣服。它，我觉得它衣服只是个载体吧。对，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
我们两个一起分享出我们想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的态度跟精神，对的精神在里面，能够传达出来，然后能够让穿的人也可以穿出一个你知道我们的想法，所以你穿起来也会有很有那个态度。对，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。Ramen， 我就知道 Ramen， 英金拉面。我们没有开车，我们是说真的，那个寿喜烧吧。那个牛肉真的是让我流连忘返啊！寿喜烧那个和牛真的超好吃的，然后它就是用完之后沾那个蛋黄，那个真的入口即化。那如果是面类的话，我第一名是那个沾面，就是去沾那个辣汤的那个沾面。沾面，我们在逛元素的时候我知道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我也很喜欢 ，Q 弹的感觉。我连 Seven 的炒饭我都觉得很好吃。我们有一天早上，我们大概7:10就到那家早餐店了 ，Pep。然后那个算是比较，就是要排队的早餐店。然后我们那天特别早去，然后就我们一到的时候，前面还有14组，他要8点才开店哦。然后我们大概7:15-20到，前面已经有14组后位了。超扯，然后我们是等到9点多才进去吃，都是女生去约会。他的那个松饼，荷兰松饼，真的是丹麦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他的地方的松饼，最有名的那个东西，那是真的好吃，那个真的很好吃，对，值得排啦，那个商品很值得排。在日本有没有吵架？怎么可能吵架？我们两个不可能吵架，所以就鼓励大家一定要有自信。不要一昧的就只是想模仿，对，不要去觉得说，就是，而且现在网络的时代很容易跟人家比较，对啊，我觉得不用去比较，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谁，然后走自己喜欢的路，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团长是不是真醉？没有啦，没有醉，团长酒量很好，不用担心啦。对啊，我们这次原本其实有规划，原本要去富士山，对，但是我们其实连那个特快车的票都买了，但后来因为天气真的不好，就很确定会下雨，看不到富士山头，所以我们最后就只好取消。然后想说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一定不会只来这一次，所以我们就把富士山留到下一次咯。就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住那个饭店，是可以直接边泡汤看到富士山的那种。那差不多啦，我们待会要去看电影。Thank you very much.